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要介绍这款游戏叫做《加勒比海盗战争之潮》。没错，这款游戏呢就是《神鬼奇航五》的角色模组都来的。因为之前没有玩过任何就是那个杰克船长的游戏。哎呦，好像也看到界面了。他这游戏载好后需要再跑一下数据，跑一下下载。哦，现在看一下，他这个不是杰克哎、欸。他根本是套模组而已吧，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角色，可是他角色的造型有点像史杰克，然后这个是有点像女主角，是不是？然后这是双刀，再来就是拿剑的，哦，这是拿枪刀，拿刀海盗，哦，这些角色，哎呦，靠，按到了吗？哦，这就像，这就比较像史杰克这一个角色，好，哎呦。这个很像黑法里面的一个角色、欸，黑法里面一个变态，就是比较疯狂的船长。黑法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美国影集叫黑法。好，我们挑一个最像史杰克吧，这个头发有类似史杰克的感觉，我们就挑他吧。我们以为可以有史杰克的界面诶、欸，可是现在好像没有看到类似史杰克的界面。因为史杰克就是画眼影嘛，然后卷卷头。OK， 我相信喜欢玩这款游戏的应该都会喜欢看《神鬼奇航》吧。我先稍微调小声一点，我刚刚调最大声。好，开始了哦。走路还蛮像史杰克的啊。哦，所以哦，我知道啦，史杰克是带领我们的人哦。对，哦，这个也出现了，吉普，史杰克的舵手。哈，哦，史派罗在这边，杰克史派罗在这里。哦，他是 3D 的耶。哦，对，东印度公司。好像跟那个英国法国有合作，应该是哎、欸，哦，蛮有趣的哦。那个史杰克是一直都一下有船，一下没有船，他黑珍珠号一直被夺走。看我们要留下来帮忙修复闸门的，这个很好笑。他们这海盗就是只要谁有利益的话，随时都可以判就背叛。这是什么？修复闸门？所以我现在必须先修复闸门，是不是？还要建造农场，我以为一开始就会在海上哎、欸，他这场也算是你建造策略的感觉。好，我们今天就来试玩这款游戏。现在要建造一个农场，好，民以食为天，建好一个农场啊。因为海盗也是需要据点的嘛，所以现在应该是建一些自己的据点吧。好，我们先照步骤来建看吧。在伐木场，好，伐木场盖。哦，我懂了，所以我们要自己造船，是不是？建造舰船。哦，现在先造一台船。现在雇用那个水手了，雇用海盗。海盗正好可以选择雇用，哇，雇佣胖子这样好吗？很快伙食就被吃完呢，有没有搞错啊？哇，怎么每个都胖子哎？哇，可是他看起来蛮真的是海盗脸。领取奖励，好，现在就可以领取奖励。全领啊，全领都来，好，按加速吧，快速完成，哇，完成后好开心哦，好多人哦，等下试试看可不可以放大。建造游戏这款还蛮好玩的，这样看的话模组还蛮好玩的。哇，船建好了，下凡了、下船了，不是下船，是什么？好像一个仪式叫什么，忘记了。哦，现在是要干嘛呢？哦，我的人要上船了，那超像那个，超像坏，就是超像什么？奇怪的肥肥坏人这，哎、欸，这什么？为什么我按下他的船就掉了？哦，可能是比较已经毁掉的船吧。哦，现在手一级的人鱼，里面的人鱼我记得第四级人鱼超正。哦，这是什么？哎、欸、呦，我自己的岛哎、欸。他这就是有每个岛是自己一个海盗的，我靠，这人看起来太凶了吧 ？OK， 现在选择一台船。哇，旁边这么多人，会不会攻打我？我们要狩猎他们。哦，太大只了吧？屁啦，这怎么打？首先你在打吗？哎、欸，怎么放大、啊？刚好放大又缩小。这个人鱼跟一个岛一样大哎、欸。所以这样就打赢了吗？打一个人鱼啦、啊。然后点右下瓶子，好，我现在点击看看。经验值。所以得到经验值，
哦，好多妖怪，仔细看旁边有多妖怪，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所以这可能可以互动，就可以跟他们作战吧。查看宝物，封印状态。好，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是什么阿兹特克的宝藏？你在一起先回，我们先不要管它，先看它主要是要怎么玩。因为它主要就是建造式的风格。哦，舰船刚好受伤，所以现在要修复舰船。修复舰船，好，强化普通舰船。好，这边可以升一些炮的等级。然后呢，我刚按什么键？哦，按这个键，右下角这个键可以切换那个船。哦，可以放大。好，我看一下哦。诶，放到画质没有到非常好，就是会有点格子啊。我看一下谁在睡觉。哦，这边可以领东西。好，现在，我原本以为可以用操作史杰克，有点可惜，因为他还是让人希望你扮第二个角色啊。好，也是拿东西。因为可能要领取一些宝物，你才有办法。哦，好多东西可以领哦，送真多东西不错。等一下，船长500点，先连一下。哪里啊？这个吗？哦，升级了。这个假史杰克，我刚看到史杰克站在船的上面。船长天赋是什么？哦，附属工人。所以它也算有点养成的模式，就是可以让你的角色升级。好，天赋不够，等一下哦，这有一个舰船，可以增加火力。好，看来这就是这边一边升级的狩猎航时。它的东西系统还蛮多的，所以如果你刚开始玩，可能要花点时间熟悉它的界面。然后这是什么材料？好，拿到一个材料，那这是什么？我看一下，我现在点的都是下面的按键哦。6，异常补偿哦。好，这是有一些补偿，应该它也算是新游戏啦。它好像是从3月份就有发出讯息说这款游戏要上了，然后呢，最近上了，所以我就赶快玩一下。好，啊，总之就是把它全部领一领就对了啦。哇，怎么这么多东西要领啊？我天啊，我气笑。哦，没有，这是新的。我东西超多的哦，这更换造型的哦，免费5次，好，这东西先不管它。现在要盖建设，盖农场。好，好，它跟点一个就直接自动拿到的那些东西，他们会生产一些物料，让我们可以拿到这些物料才能够生产东西。好，这边可以盖个矿场。现在不能盖，要获得银币、银矿才可以哦。升级银矿可获得更多。现在我不能盖农场、伐木场，先不要乱盖好，因为我觉得还缺一个盖一个银矿场。好，这边可以是领取奖励、建设。还叫我盖，我刚才说不要盖了，就给我盖了，因为我现在照他的指示在走，立刻完成。碉堡，这碉堡这也是我自己那个碉堡。这个话就有点像黑帆的那个感觉，因为像有一部美剧叫《黑帆》，它就会让你知道说海盗是需要一个岛，然后去当做自己的岛屿，可以去防御其他国家的统治这样子，因为他们喜欢自由的，不喜欢被统治这样子吧。好，继续，这边就是一些我现在看不太懂海盗电台。好，这是什么？又出海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界面哦。木材岛攻击，哇，好狠哦！我们要攻击木材岛，好吧，就攻击吧。这好像可以很多台船，我现在走一台船而已。哦，爆炸女妖，哦，它在我那个故事剧情来了，不久后，然后嘞，也太久了吧？没有不久啊，很久后。现在什么状况呢？它现在停在一个三个字，然后三个加三个点。哦，有，哎。怎么回事？画面刚才出现了什么？等一下哦，现在不知道什么。这是 bug 吧？我猜这是游戏的 bug。
现在不知道是为什么可以跳这背包画面，现在画面不见了。所以呢，我懂意思了，现在是黑画面，可是呢，它的按键还是在的，所以我现在乱按是可以按到按键。对，这是这游戏的 bug。恭喜我，肯瓜奇在选我遇到的 bug 了。好，我们现在重新，我刚刚重新的开了这个游戏，把它先关掉，重开，因为刚刚出现了全部黑色画面，然后是不久后，我相信它是个 bug 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到时候如果没有遇到这状况，就再跟官方回报一下，这是什么？要跟他阿丘巴申请加入哦，这个、是其他船长，我怎么会在这边啊？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在我这边走的，哇，怎么多人啊？哦，我在这里耶，我可以走路吗？哎、欸，我在这干嘛？这是什么东西啊？跨博。好，总之就有一些奇怪的案件，签到奖励，签到的话可以拿到金币，然后再角色跟什么鬼的。好，现在这很多角色在走来走去的，可是呢，我是没有移动的，就是在原地，就对了。哎、欸，给他几个呀？哎、欸，是这现在谁的岛啊？可能是我的岛吧。好，我们再试一下刚刚他打什么鬼海怪、海怪之类的。我现在刚才点，哎、欸，靠，怎么回来了？我刚才点右下角，然后回到这个大画面。然后我现在应该可以打旁边的人鱼吧？攻击。好，要按到奇怪按键了。攻击。然后选择船，然后按出房。好，现在攻击是海鱼，人鱼的不是海鱼，可以放大，可是最大就这样了。这人也是超大只的，他应该是为了让我们看得到，所以这么大一只吧。好，打死了。然后现在就要先开回来，因为还要修船。好，回来了。哦，有。哎，等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刚刚终结了什么木材岛？我现在好像还可以再造一台船呢。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是要修理，这个修理按键。好，我看一下哦。再来应该可以造船吧？造船应该这个地方，这是造船厂。升级，先把它升级一下。免费升级，好，现在不能升。造船厂是哪一个啊？这个吗？哦，对，这是造船厂。现在可以造第二台船，要花钱。哎、欸，才花两块钱啊，多便宜啊！这我又有两道船了，下船，开帆。哦，喜欢哦，下来了。刚刚点到这个，这是什么？宝藏洞窟。哇，这个真的是一个世界观诶，它可以看的东西很多，所以说到时候如果你们喜欢这款游戏的话，下载来玩可以研究一下，因为它的东西内容很丰富啊。然后现在巴哈的部分呢，还很少有人在写怎么玩，所以说大家可以等后面巴哈如果有比较多人在玩的时候就会写了。目前我玩它的模式是还蛮让你体验当个海盗啊，我觉得这个模式是不错的。靠，是这样，我按错地方了。俘虏哦，没有乳俘虏，可以升级。它像刚刚也是可以免费升级到两级吧？我现在看每个东西可以大概升级到两级左右。它有一级完成免费，然后上面有个哎、欸，这个哎、欸，碉堡升级，哦，这不行，现在都到等级二。我反正我就先把所有人升级都升到等级二，因为升级的话可以增加一些产能跟一些速度。好，我们就先升吧，能升就升。按到哎、欸，按到信息了，全部给它升级啦，全满。好，全部先升到二级好了。然后这旁边这按键有在睡觉，什么工人在睡觉是不是？好，他们在睡觉。那是海盗爱睡觉哎、欸，难怪那么胖。好，现在目前全部都两级了，然后我可以雇佣海盗。
因为我刚好另外一台船呢，所以我可能还是要雇佣一些海盗。这台船是没有海盗啊，强化舰艇。好，现在不能解，我现在有两台船。好，都还不能升级。整边我看一下、喔，30个哦。整边好像是快速整边吧，看一下、喔。好，船员都还没死就很好。然后呢？欸、你干嘛？可以再一台船吗？哦，这还没升级到。总之一开始我会建议就是可以升级就升级吧。哦，可以建好多船哦，好开心哦。好，还在建船。下水仪式哦，对，叫下水啊，操作舰艇了。What the day？ 好，算了，现在不能建。好，现在就是先领奖励。他应该给工太哦，现在全部，因为我刚刚把他全部升到二级了。好，奖励还蛮多的。好，这款游戏我觉得应该会蛮多人喜欢玩的吧，因为它这款很活跃，而且《神鬼奇航》就快要上映了。相信大家看这影片的时候，如果你已经好，你到时候看这影片的时候已经看完《神鬼奇航》了，你也可以来玩，因为它这游戏就是让你体验当个海盗啊。哎，可以打爆少女妖吗？啊，不给我打。哎，可以打。这什么鬼？哦，可以打别人哎、欸。哇，可是我可能打不赢他哦。这等级3是不是？等级4，我等级才2而已、欸。领地加成怎么玩？免战哦，现在是免战模式。等我等级高一点，可能就一定会被人家打吧。我想打打看别人哎、欸，你们觉得如何？打一个等级比较更低一点的好了，这等级2而已。好，我现在可以出动两台船，因为它的等级跟我一样是2，我们来试试看它的海战模式怎么样，好像蛮刺激的哎、欸。哦，开船喽，要横越木材岛。打这个黑胡子爱德华，黑胡子在第4集的时候已经挂了，死得超惨的。相信有看过第4集你就知道，黑胡子是被那个，就是他到那个什么不老泉那边，然后后来之后就被杰克害，然后便救他女儿，然后自己就被水卷死了。我觉得他是目前我看的神鬼奇航算是死的最惨的一个。像第3集那个周润发就被炮弹打死，我觉得还蛮瞎的，瞬间就挂了，而且完全没有什么作为。好，来吧。攻打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现在在准备看攻打画面。哦，我的两台船往旁边移动了。我、哦、在打，在打。然后呢？哇，可以打的东西很多哎，船也可以打哎。哦，等一下，这是什么？哎、欸，刚才叫我收藏什么东西啊？哎、欸，打完了哎。画不？距离8公里，战五。我说我现在开船回去了，是不是打赢还打输啊？哎、欸，为什么只有一台船？我不是说两台船吗？好，我现在开回来了。我另外一台船到哪去了？坏了吗？嗯、欸，这边有写。对，我一台船好像坏了，是不是？哎、欸，这有三台船、欸。好，我看一下哦。现在什么状况呢？失败，攻击失败了。好，这又写攻击失败，撤退的舰艇2，下沉舰艇1，所以我的船被打烂了。他们没事，很好。所以呢，这我是一个测试啊。如果你想要打别人的岛的话呢，建议你先把东西先升起来，不然可能会打不赢。像我刚才都打输了。好，这款游戏蛮适合大家研究一下的。好，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功能哦。现在呢，我看一下要点什么。哦，这种免战，就不要人家打你。剑火。哎呦，这不错哦。这样我可以再打一次了吧？全部都可以增加哎、欸。
等下再打一次好了。那它真的有一些，有送的东西。好，我们等下再来打一次。我先把这全部点起来。它有一些附属功能可以使用了。好，附属功能点完了，这样我的战斗应该比较强一点吧。然后，哎呦，我的船，一台挂了，哈哈，还好刚好盖了两条船。然后我看到这台船刚下水仪式完以后，它上面有没有人？因为刚刚原本好像应该是没有人吧。我看它倒退路哎，你要去哪？好，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人。哎，有人呢，有上船了。上传了吗？全部上传了吗？好，现在试一下怎么强化舰艇。好，现在强化精通，全部都可以花钱完成它。好，之后应该会拿到很强的船吧？反正我现在全按啊，强化点数不够，还有强化点数这东西。好，另外一台我看一下，一样强化它。因为我刚刚打岛之前都没有升级，你刚刚可以做个测试，等一下试试看，就是我升级完后是不是可以打赢他的岛，因为他岛是2而已，所以我想应该是不会到很强吧。欸，他该叫我干嘛？我看一下他叫什么，喧沙的洞窟。好，我们再打一场喧沙。哇，什么东西？酷哦！喧沙洞窟是什么？点点看。欸，哦，这是第49出现的，就黑胡子可以把那个瓶子放在里面。把船放到瓶子里面，这是什么啊？手抽吗？因为我知道他那个瓶子里面瓶中船，就是他把它封印在船里面，封印在瓶子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嘞？哦，什么鬼？多了一个岛，然后现在打皇家港。皇家港是法国皇家的岛吗？欸，他出现了。哦，比尔的儿子。哦，出现了，超正的。伊丽莎白超正的啦。第一集第二集女主角。欸，一二三的女主角。超正。哦，这是故事模式欸。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哈克特。好，现在正确的一个。模式，这个蜡烛是干嘛？确定 ，OK 啦，刚好升级了，应该打赢吧。现在呢，我应该是要去打这边吧？我看一下哦，下一个组，先打这个船是不是？对，先攻击这个船，他这有在船 ，OK 啦，我现在应该是打赢。现在打巴伯莎的手下们。好，今天大家我看我这个游戏玩法，应该大家初期应该没问题的。就你照我这样点一点点，应该就会玩了。只是你还是需要点逻辑性，就是必须先把你舰队跟你的岛的建设建得好，然后升级一些物资跟战斗力后，再打一些海怪跟打别人的岛，得取一些物资。这基本上来讲就是一款策略建造加掠夺式的游戏这样子。右手下来，受死啊！好，看到一堆手下，那先选船，好，点到两艘船，他们是坐在小艇上吧？是钓鱼是不是？我放大看一下在干嘛？一二三四，哎，一二三，三个人加一只黑色的鸭子是不是，有个很奇怪的东西在划水。看这画面让我想到他们在那个引那个第四引那个什么人鱼的时候画面，就坐在一台小艇小，好，打赢了。就是必须先把他们毁掉了，对不对？哦，哦，倒飞走嘞，是他能力吗？因为在第四集结束之后，那个船长得到很强的能力，他拿黑胡子的刀，所以可以去控制有的没的。好，现在呢，等级三什么？死亡之岛。好，碉堡三才玩这个。好，这个模式我们就简单带过了，就是当你等级够的时候就可以去解这个。好，我们游戏介绍这里呢，最后我再打一次别刚我说的岛屿，因为我刚好升级嘛，对不对？哎，刚刚打那个洞窟是不会让东西坏掉的。哎，有吗？
哦，有坏掉啦，我说错了，修复。强化键你还可以强化吗？好，不够，没关系，我们来吧。我们最后来打一次人家岛吧，这样才好玩嘛，对不对？有没有两级的岛啊？还是你黑胡子大爱德华？我还是要打你。来吧，接受一下，看我可以打赢他。只是有点远就是了。哎，谁在打谁？这个是紫色的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现在有个紫色的，这个线是什么？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啊？好远哦！我一定要看到它是什么，好远哦！是有人要过来吗？哇，超大的！你们看这航海图，超级无敌霹雳大。有舰艇在移动，它去哪里啊？好大哦！好，不管它，这之后应该就是可以打来打去的吧？我靠，那以后如果人越来越多，那玩起来不是全部都满的吗？岛都满的，就变一个大陆地了，统一。好，我来了，我现在打他了。所以别人打谁的时候也看得到吗？开战，开战！我看可把他打下来。看我升级以后可以打赢他。哎，成功了！成功了吗？成功了吗？好像成功了哎，因为他烧掉了，然后我现在从陆地开船走哎，我是飞船是不是？哎呦，他烧掉喽！他应该超不爽的，看一下。侦查。现在也是他的船是不是？两个船队，好不，现在还不能打那个。怎样？我的船回来没啊？哎，打赢了吧？哦，成功了。所以成功会怎样呢？攻击领地成功。剩余舰艇支援二。成功又可以得到什么东西呢？看一下哦。没有获得东西耶，目前看是没有到，没有获得新的东西。到底获得什么？所以如果你有同盟会，还可以援助别人。我现在看到有援助的那个按键。好，总之，奇怪，到底怎么回事？这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呢？得到什么？轨道船。好，这款游戏很适合研究，因为超多东西的。这下讲这是联盟，创建联盟。好，总之刚才打赢了，可是我不知道得到了什么东西。这款游戏大致上介绍到这里，因为我今天这款游戏算介绍蛮久的，因为我还蛮喜欢《神鬼奇航》这系列的东西的。剩下呢就交给大家去研究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奇克史派罗，他站在这边，看来是没有船，他船沉下去了。因为第一集的时候好笑，他船沉下去了。好。我们介绍到这里，然后这款游戏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在下面连结下载来玩玩看。这款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啦，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之后呢，如果有其他游戏的情报的话，我会再提供给大家。也谢谢大家今天收看今天的游戏直播。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喜欢这款游戏的话按一个喜欢，如果不喜欢的话按个不喜欢。然后你可以订阅我，随时会提供很多新的游戏情报。也谢谢大家收看我的频道，我不喝拿铁频道，我们下个游戏见喽，拜拜。